立春了，小朋友们，我这边。来，不要用跑的，再一次，用的骷髅头。满开眼，真的。来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哈，嘿，就是野园，野园就是哈，用那个电线杆哈，嘿，盖起来的，全台湾省只有这一个房子是用电线杆盖的。脚踏车只有一个杆哈，这个是公务人员在骑的哈，就是没有在载东西的在骑的脚踏车公车哦，现在也有故乡就有一台哦，你爸爸的故乡就有一台哈，来。回收的电线杆把它盖起来的哦，哈。那摩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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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以前的电话哈，这个是第二代的电话，是四颗，可是这是以前的算盘，上面是2颗，下面是5颗哦，哈，所以是不一样的哈。就是那个奶奶的时代啊，这个床已经有100岁了哦，你几岁？你11岁，你几岁？11岁呢？这个叫以前的灯叫浴桶，浴桶就是在洗澡用的，啊，这个可以一边洗边那个把那个水保温哈，所以这个叫做浴桶，保温那个水哈，啊，当然以前是户有人家才有的哦。吃完香米后哈，我们可以体验一下会聊哈。那我们可以，那米放进去就是变成那个稻子出来，哦，稻子放进去变米出来了哈，来。上面，后面有人，不要这样。地道无街道，地无暴，地无暴街道。来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这一句叫什么？地修，地修唔达高修问，地修唔达高修。什么叫不是狗窝？地修唔达高修问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说，我们常常在讲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什么？对，好。切东西的，抽力的，可以。骑个车子，好，那通常叫做文车。那五车嘞？五车像这个就叫做五车。这样一台车哈，你看它这两个那个主偶子，对不对哈？这样加起来，再加到前面的话，它总共一台脚踏车，它可以载300多斤的菜。那就不是打小孩子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台语叫做什么？叫给庆。给庆，给庆是什么东西？知道吗？给庆，给庆不是给蒙庆哦，他没有毛。好，那这个你这样挑，鸡听到声音它就会怕了，它就会往前跑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是用这个来赶鸡哈。好，就是到最后看看这个棋盘上所剩下几颗棋子。哦，那边有一张对照表哈，那边有一张对照表，有没有用养乐多那个对照表？就是说你棋盘上剩下的棋子越少，代表你越聪明。要记得哦，哈，要记得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这时候来买。好，那你要小心的哈，来。这个棋子都是一样的木头，我们把它分成一样。不用想的，看过去那边的。认真听哦。口罩差不多了，快猜对了。人一口子嘛，这个字叫什么？一个人一口子，一口。口。